这段位于地面上的管道接口本应连接着一层到六层的支线管道，那么原本应该和主管道进行连接的它为何会在这里断开呢？应该是六楼，说他们之前装修啊，这个房价好像怎么没处理好是什么呀，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单元啊就是都不太热啊，这都挺久的。当时我们楼下的业主也知道我们家在装修嘛，然后就在那个业主群里面艾特我们，他希望我们这次装修把这个问题彻底给解决了。原来在前业主进行房屋装修时对房子的结构和管道进行了较多调整，这根并不起眼的地面管道是暖通循环系统重要的一环，将这里堵住，循环就会被打断，从而造成部分区域采暖不畅的问题。